这个大妄语不是有意义的，因为他杀盗淫这个念头断掉了啊，没有正德，自己以为正德了，这个时候很容易犯这个过失。大佛顶首楞严经清净明慧章啊，四种清净明慧讲得好，是楞严经上讲的戒律啊。阿难，如是世界六道众生，虽则身心无杀盗淫啊，三行一愿，若大妄语即三摩地不得清净啊。如果还要大妄语，这个大妄语不是有意义的，因为他杀盗淫这个念头断掉了啊，没有正德，自己以为正德了，这个时候很容易犯这个过失。如果要没有佛菩萨帮助他，他这一关很难通过啊，必须有人提醒啊，不提醒怎么呢，他会产生这个错误的观念啊，说他已经成佛了啊，说即三摩地不得清净，三摩地是清净心啊，有妄语心不清净的，尘爱见慕情执没断干净呐，啊，看到这种境界就生欢喜心呐。舍如来种，所谓未得未得，他没有真的以为真的，啊，他说他真的，啊，未证言证，未得。言德为求世间尊胜第一啊，好胜的心，好强的心没断呢啊，他会对人说，我今已得须陀洹果，或者是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，或者辟支佛尘，或者十地菩萨，或者是地前菩萨，诸位菩萨求彼礼拜，贪其供养，是一点家，一点家就是一禅体，消灭佛种，如人一刀断多罗木，佛即是人永云山根，无佛之见，成三海苦，不成三昧。这佛在经上说的啊，人的杀盗淫这个念头淡了啊，非常淡薄，自己以为是断了，其实并没断，这个我们一般讲是浮断。你修行的功夫，或者念佛，或者持咒，或者持戒啊，这些功夫得力，把这个贪嗔痴慢扶住了，压住啊，石头压草啊，它不起作用。这在念佛境界里面叫功夫成片，是这个境界啊。但是功夫成片能往生，修其他的法门到这个境界不能出六道
跟净宗比那没办法比，功夫成片往生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，那也很了不起。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到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支菩萨，这不可思议啊！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，这净宗太可贵了，不是这个法门我们不可能成就啊，正果确实不可能啊。那么正果从初果到四果到辟支佛，都是属于四一心不乱啊，明心见性呢，属于理一心不乱。啊，所以一心不乱呢，我们很不容易得到，但是功夫成片是决定可以得到的。啊，李老师常常教导学生，啊，教我们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那也就是说我们心上里头的念头，不管是善念是恶念，统统放下，把它清除掉啊，恢复我们的清净心啊，清净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功夫成片的方法。这方法好啊，这方法我们做得到啊。啊，把自私自利放下，把名闻利养放下，把贪嗔痴慢放下，把杀盗淫妄放下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啊，那我们生凡圣同居土，是不是成佛要很长的时间？不一定。啊，在其他诸佛净土里头，真的啊，是要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向上提升，真是这样的，时间很长。极乐世界它可以跳班的它不是代班的啊，你生的时候到凡圣同居土，说不定没有多久的时候你就跳到十宝庄严土啊，在那个地方天天听佛讲经说法，他有悟处啊，这悟处把自己就提升了啊。佛说法不中断，我们听法学法修法也不中断啊，那个世界没有操心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不需要饮食啊，不必为吃饭操心啊。那个世界人身体跟这个身体不一样，这是肉身的，这个身是阿赖耶的相分，到极乐世界这个身体是自信的法性身，居住的世界是法性土，法性是永恒不变啊。十报土是法性身，同居土也是法性身，这不可思议 啊！诸佛刹土里头只有十报土是法性身，
同居土跟方便土都是业报身啊，业报身全是阿赖耶的相分啊，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，没转世成智啊，凡夫啊，但是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就转世成智了，是不可思议啊！什么时候转的？往生时候转的。往生你是坐着莲花去的，就在坐在莲花当中转变了啊，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莲花是自己幸愿持名的力量，加上阿弥陀佛的愿力，阿弥陀佛无量劫修持功德的成就，所以在莲花里头自自然然就转变了。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！我们对这桩事情要珍惜啊，啊，所以决定不能有大妄语。欧耶大师何等人呢？著作《弥陀经要解》9天的时间写成的，他后头有疤啊，印光大师对这个书的赞叹说，即使诸佛再来给弥陀经写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那他什么人再来？他告诉我们，有人问他了，你老人家往生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，他说我只要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。这个我们要学习啊，把好高骛远这个习气断掉，从根上把它断掉啊，我们这一生呢肯定成就了啊，只要到极乐世界我就非常非常满意啊，从来不要去想着什么四徒三辈九品啊，我们只知道极乐世界平等世界，不可思议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